作为当休。时间分秒不断过，咱的性命同款，也是对着时间分秒伫咧消逝。所以啊，时间无常啊，人命同款也是无常。时间会当成就一切，但是人命呢，嘛会当成就道业。咱哪会当好好把握时间啊？分秒都在静静进中，不管是正见正思维。正义正业，正明正正正正念正定，咱拢总得一个正字来使用时间，咱的命呢就会当成就道业。咱正明讲过去，不管是七菩提分，或者是八正道分，这当中伫咧破咱这条菩萨道路最有力的帮助的力量，这就是心真正爱顾会好，甲咱人生啊，这个命。应该爱安怎去成就一切？无这个性命，都唔知影安怎叫做修行，就是爱有性命，所以正明明就是在呼吸间。敢是敢那呼吸都有性命呢？当然啦，人活着甲呼吸呢？分秒都袂当差错，一个呼吸出甲入是伫几秒钟，咱若有协调有顺畅，那么咱的性命都算是健康啊。不过，健康的性命到底要安怎去利用伊？就是啊，因为有这个健康的性命，确实那是无健康的思想。那这个性命甲时间愈长啊，咱的业呢都愈重哦。说实呢，性命甲时间会当长，咱若有正确的利用。当然啦，这就是成就道业。是会疏忽掉了生命的使用方向，看到咱社会伫咧做的事业吧，从事的职业吧，该看起来真侪人为着生活不顾一切。真多呢，都是有损害性命。这性命应该是安怎活？那会当的这个大地上啊，那和平共存啊。看这个大地有真多的性命呢，看起来都计真精彩啊。咱伫咧看，有时阵。
有一寡影片伫咧做迄个地理、看动物，你家看，有真侪呢山、水、树木，真水的境界。你看到鹿啊，伫遐伫咧行，看到牛伫遐伫咧吃草，看到迄个小动物伫土地面顶、伫草啊的面顶，哪怕呢是一杯糖，伫树叶啊面顶伫咧数。你看，这个世间增添了偌尼多呢，迄个水的境界。看咱伫遮坐着，我伫咧讲话，鸟啊伫咧叫。看，这过偌尼只有生气啊，偌尼只有水，迄个的内容呢？所以人啊，哪会当甲一切生命物啊和平共处啊？啊，那就是净土啦。就亲像讲，不讲得嘴，吼，也阁有七宝行树，也阁有各种的鸟啊伫咧叫，你想，这就是叫做净土。人间嘛会当有安尼啊，真侪的心灵共处一起，多好啊！所以呢，佛经的内底啊，有一段安尼的文章，也就是啊，婆夷王，那在迄个伊的国家里，用伊的德啊来领导这个国家。四季的国家的人民啊，生活非常的安详。专攻呢，都是啊，都是吃斋素食，无有伫咧杀生啊。所以啊，专攻呢，真正是啊，生命共同体。所以不敌于安那。唔免滴，全国呢非常的平安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爱，人甲动物的中间呢疼爱，这种呢真正的和气。所以，殊荣共享，非常的祥和的社会。哦，其他有一个国家，另外一个国王，感觉着讲，在婆夷王所领导的国家，哪会遐尼只丰富呢？风调雨顺呐，啊，物丰民安呐、啊，这个国家哪会遐尼水呢？甲伊的大神讲。我真欣羡这种的国家，我哪会当取得这个国家呢？唔知要偌好呢？有的大臣啊，就附和迄位国王，要爱这个国家，真简单。这位国王，他是不精，以人不精，以事不精，所以要取得伊的国家，简单。有的大臣就讲唔通啊，这是一个呢顺天道啊，非常正行的国家，这袂用个顺意啊，来去侵占、去损害这个国家，等于是逆天道啊。那虽然有两派的大臣呐、啊，有的人是附和国王要取得这个国家。有的呢是向国王呢来干政，唔通应该爱和平相处。国王听了后，还是呢感觉到，迄、那个国家呢实在是让人真向往，所以呢他决定要取得这个国家。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啦。
迄个啊，响应这国王的大事呢，开始准备啦。那婆耶王这个国家，婆罗南国人民啊，开始听到就惊啦，就透告国王。国王呢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伊就感觉讲。为什么爱安尼伫咧争端呢？扰乱了民心嘛，害了国民呢。人人伫咧哄抢，只要有战争，老百姓呢必定是有伤害。何况讲这个劳军动众，这呢拢总是有损伤。所以有的大臣啊，同样就会向国王提出说，既然那个国家要来侵占，我们也应该准备呢来对敌。国王他就说，让我考虑看看呢。了后他自己就这样想，何必呢？何必就以人争啊？何必呢？以国争呢？不管是迄个国家，这个国家，同款呢，是生命共存的地方，何必就来起争端呢？啊，一个人啊，一支嘴，一个口啦，无法度同时呢，食。几项物件，一个身躯嘛无法度呢，同时呢穿真侪衫，也阁有虾米好争呢？所以，伊决定啊，决定离开这个国家。伊感觉伊那是离开呢，自然啊，大家人袂为着国王啊。安尼呢，要去修筑这个国家，去甲对方对敌，所以伊就留着一张批，向伊个大臣讲，一定爱保持着全国人民平安，唔通动兵，唔通动兵器，所以呢，就是爱以人民平安为。离开他，伊呢就走去伫迄个深山的所在，想要好好啦过了一世人平静的日子，以天地共处。但是啊，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，有一天啊，这位老人。真正年年老啦，对这个山林鬼看到伊呢，安尼规身躯啊，好亲像真疲倦、真忝的款，好亲像呢，安尼真枵，也好亲像呢真贫穷。婆耶王主动呢，就去问这位老人：“你是从倒位来？看起来你真忝嘛？”来，伫这个所在休息一下。这位老人就讲啦：“是，我真忝。啊，请问，从这个所在要到个婆罗奈城有偌远啊？你敢知？哦，知啦。这个所在过去，起码呢，也过爱有几十天的路程。”这个老人就讲：“现在国王安怎？平安无？健康无？”就伊国王讲：“伊人真好，真健康，真平安。啊，我安心啊。”国王就问讲：“
你哪会遐尼真关心国王呢？伊讲是啊，国王是好人啊，伊无忍心人民呢的苦难，有求必应。我这回就是要来去求国王。那国王就问讲：你要去求国王，什么代志呢？伊讲。我已经真忝，一世人呢真正哩贫穷，我有惊，我会惊，阿都爱对我过着这哩真贫穷的生活。我想，真期待我的贫穷，甲我这个时阵，安尼就好停起来，互我的子孙呢会当富有。这是我的心愿，所以我要来去求国王，让我会当通脱离贫困。国王听了后，感觉讲，这个老人伊有这种的愿望，要让伊的子孙呢脱离贫困，所以伊感觉，这就是伊要再利用生命的时阵啦。当伊做国王的时候，有财物好帮助人民。现在已经弃国啦，甲国家已经下去。现在就是干那这个辛苦，一世人啊，干那在这个所在活落去，无法度通好利益人群，感觉这个就是机会啦。所以伊就甲老人讲。来，老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啦，我就是那位国王，他就将外国要来侵占伊的国家，伊为着国家人民啦，大家人的平安，所以伊离开这个姻缘，讲给伊听。然后呢，伊就跟这位老人讲，但是我现在呢？我这个身躯也有价值，你将我的头壳，把我摕去，送去到国王的面前，伊绝对会想你，因为现在呢，那位国王，伊呢，就是一直在咧找我，我还佫伫咧时，伊袂安心。你将我的头壳送到国王的面前，伊会安心吗？伊会送你真多的物件。哦，这个、老人讲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的。我嘛是一定的，就是爱保护着国王你。你有这份的德啊，对待人民这么正乐高，真正的拥护这个德，我袂用的违背天命啊！来杀害国王，国王就讲：“这是我的心愿。你若唔敢露手啊，我自己来。但是呢，你爱会记。”他讲了后呢，刀下来就对家己的头呢，安尼就挂断啦。老人啊，真正的悲痛。但是呢，国王这份的心意。这位老人真正就是把国王的头呢，安尼包着，真正的恭敬呢，行，真正到了城来啦，向城来的人讲，我有要送给国王一项过去国王的礼物，到底呢？过去的国王在倒位呢？大家人听到这个信息，赶紧的将这个老人啊送到现在这位国王的面前。这是什么物件？就讲是国王的首级，就是头壳啦。拍开来看，叫过去的大神来认，是不是呢？过去的大神。
一认到呢，啊，呼天叫地啊！满朝的这个文武官员啊，看到国王的头壳，啥物？大家人呢，话哭到昏气死来。这位新的国王，感觉都讲哇，这位国王，这你真得人心啊！我错了。国在呢，听到城外这个消息已经传对城外去，所有的人民嘛、啊，也已经呢拢总安呢，一对皇宫来啦，这种举国悲痛啊，会当能证明了这位国王呢，迄种深入民心，所以这位。新王，伊感觉后悔啦，做了一件呢逆天命啊，所以呢，赶紧就将这个首级，赶紧叫这个老人带到迄个国王，哎呀，迄个地方去，赶紧叫人，甲伊的身躯，甲这个头呢。赶紧给接起来，用金啊、银啊、蜡，安尼呢，把这个身躯呢，完全呢，回完整。整理好身躯，把这个身躯呢，安尼呢，请回去到王宫。在迄个所在，搁再安尼，回，好亲像伫咧坐位同款。32年。等待到这位国王的太子呢，已经呢，真正呢成熟啦，大汉啦。迄个时阵，会晓接令国政，安尼呢，就迄位太子呢来登基。这段佛陀安尼讲，恁知影？过去生中，我利用生命在人间来来回回修行，利用生命利益人群，用生命来教导众生。这样就是过去修行的过程中的一世人，所以人生啊。在一段一段的人生生命的过程，咱到底是要安怎活？爱活得安怎呢？真正有意义，活得呢，真正是有生命的价值。那咱从佛的经典中啊，咱会当处处看到生命的价值观。所以，伫现在啊，现在的社会，看到人甲人的中间啊，互相伫咧攻击，互相伫咧争斗，实在呢，感觉到真可怜呐。圣人呐，佛用爱来面对世间。人人若有爱啦，真正生命是一个共同体，就亲像这位婆耶王讲，这个国家甲迄个国家人民的生命，都是拢总是共同的，何必到国家国来争，人甲人来争呢？一个人到底是要争偌济呢？嘛，这一个嘴呢，定会当吃偌侪物件？身躯嘛，这一个身躯啊，会当穿偌侪衫？一个人呢，到底要带偌
话，何必惊呢？所以，生命、生活，这个价值那是看一头啦，无什么，就是在呼吸感之意嘛。各位，利用生命，在时间中啊，会当成就大业。咱那是啊，生命不是在证明啦。思维、思想、作业，那是偏差啦。那在长的时间，同款呢，也是作业。所以大家人爱利用生命在的时阵啊，爱赶紧呢，把握时间吼，用好咱的生命。所以大家爱多用心哦。